其实我喜欢你。吴建，你要现在回去找他吗？你现在走的话，我会很难过。你怎么还是躲我？不用什么事都跟你说吧。奶奶，你弟不是已经死掉了吗？你奶奶家？如今记忆皆已归还，请你原谅。为什么你能可以这样子？八大戏剧台每周六晚间八点，超感应学员。